一群白鹭上天。阿基是谁？没日没夜的干。哎，那是的。干完就算。今天我们来买了三包肥呀、啊，复合肥。个逼的你，你个皮哈、啊，啊，人家个到处都出去。草食要肥。开玩笑。你还别乱，乱听的。螃蟹拿大桶。一个大桶，两个小桶，没桶了。完了完了，一腰疼。在这草的根下，不然乱撒的话，这杂草都挡起来了。这个还不行啊，这螃蟹还说你。下面这一点撒完了，去上面，上面稍微多一点。走，老二。的苗稍微短一点，这些是我们自己育养出来的，然后下面是直接挖的。上面这个小鱼塘还没有开始存水啊。等下面鱼塘水存满了，就开始存这个鱼塘了。这个鱼塘，小鱼塘我们可能不养，不养鱼苗吧，养我们自己用的，是的，也要到处去买。这堤坝上面可以随便撒，让它多长点杂草出来，然后巩固这个堤坝。上次我们育养的还一点点没种完，今天把它给种下去。它这个梨送给你，我这么种。你的线不对，回去就在里面马路上去。下雨了，天气。白乖乖。啊。